2017, you and me are meant to be, and I can't say I understand. I just wanna hold your hand. I don't believe diamond rings guarantee us anything. 你女儿已经走了，你自己 control V， control C， control C。哦，这是礼物。好，父亲节快乐。Hello, Happy Sunday！ 今天我来布置父亲节的聚餐吗？算是。今天一样在工作室，因为爸爸不想要出门吃饭，觉得还是有点危险，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在自己的空间比较安全。然后今天我们会叫外卖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会布置啦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玩射飞镖，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忙，所以我大嫂生日大家现在就一起过这样，但他不知道，是个惊喜。刚刚在布置这个餐桌，然后因为这是父亲节嘛，所以就我自己来咯，不要让父亲来布置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开始布置咯。这次我比较简单，就是只有气球，压气球超大的。哎呦，他们还有做卡片呢，超大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我大嫂气球藏起来先。它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要先把这个拆开。布置好了，一个简单的 Happy Father's Day。然后等一下小仙会坐这边跟大家拍照。好像是小仙生日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是礼物区，但其实我还有很多礼物都没有拿出来。这里，然后这是餐桌的 setting 就比较简单，因为今天要吃披萨，然后要吃中山烧肉，所以等下就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。哎呦，这是上的便当盒，因为他现在要少吃淀粉，所以他带了一个他的 extra protein。是 Antico Forno Margarita and extra cheese， 还有松露小姐。现在中山烧肉来了。哇，他的便当盒也太漂亮了吧！他每次都这样吗？对，今天第一次看到。他每次都这样。哇，超漂亮哎！那个没有。对，中山茶。哦，套餐改了，现在是有炒饭。哇，超丰盛的。嗨，我们在吃，你也在吃哦。看看上的餐盒，看看他的身材，是有原因的。这个牛肉锅巴饭超级好吃的，然后这个新的套餐的牛肉非常的嫩，但是已经没有，因为我已经吃完了。这个你吃，肉，海鲜，肉，海鲜，肉。哎呦，他要海鲜呐！哎，肉呢？哎，他要海鲜呐！哎，他要海鲜。嗯，还好。那我还可以吃吗？啊，好可爱呀！今天很热门吗？对啊。哎，宝贝。哎。等一下，先吃。哎。爸爸。耶，米拉。好可爱哟。气球可以吗？可以啊！好，父亲节快乐耶！对不对？啊！Mira， 快把你的围兜兜掀开！你不早就掀开了？我掀开了是。
爸爸，我帮你准备了一个衣服。哇，卡错家是迪丽的。Control C 是复制。哦。卡错语音是贴上。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奇怪，你现在马上换。好，我现在马上换。不好意思换。妈妈，气死我了。耶、yeah, 耶、yeah. 这样子看得到吗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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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在看蛋糕哎。耶！切蛋糕 ，Mira 你在看哪里呀、啊？他看蛋糕。我、哦、这个超软软到，也是很难做蛋糕。因为我去学校买那个，你送的东西最恐怖。哇！你跟 Mira 哇，他画质还蛮像的。像对啊，很像吧？怎样拿起来？哇！这么多、哦！哇这是两件，是因为他本来要防摔衣，就他就选不出来啊。两件很少见，你就直接拿去买防摔衣啊，因为你防摔衣都还没选出来，你还要试穿，还要干嘛？对，我怎么送啊？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可以、欸、哇哇啊，飞起来了，是变这样、欸、啊，是这个概念哦、喔，是这个概念的、啊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有厉害、欸，对啊，很像哦、喔。Best daddy in the world。这个气球超美耶！超美的。然后他们现在就自己出自己的。是，哎，是。哎，靠，重来，再靠不住。都没有哦。好，都没有哦，换我了。你换。结果没想到，他居然抽到你的父亲节礼物。他玩的。我已经要抓到诀窍了。每招都已经中了。那时候再输我就认了。然后他就回去想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都会射进去啊？抓到，抓到那个力道了。为什么？一分。现在怎么了？这一次的父亲节，大家也还是到我的工作室来用餐。我已经先把Sean的礼物先拿过来了。把它包成像一百天礼物的那个一样。我刚本来想要拆这个的，后来想说给它绑个蝴蝶结好了，这样也蛮酷的哦。超大一个，我偷偷买了这一件，让上跟妮瓦父亲节的时候可以一起穿。妮瓦现在起床了，上起来了。Control C, Control V。今天是8月6号，我们在准备礼物，这些我都把它封起来了，因为当天有个惊喜的操作，为了怕上会发现他会来工作室，所以我们决定把重要的礼物把它放在这个箱子，不要让他找到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他会以为是一个水，你就把它放在我们放箱子的这边，非常的看不出来，我就不信你找得到。好像除了这箱子之外，没有其他更好的容身之地了。可以。好，我们再偷偷摸摸把它放回去。
壮，你帮我拆开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啦？要演一下啊！我演一下。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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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。你要注意哦，你不要让它，我们要放回去的。真假？对。哎，那怎么办？哦，这礼物要放在里面。不是你最后讲那种蛮好笑的，超好笑的，好不好？Hey Stacy, and I like to share my makeup and my old TV today. Today's makeup is like more hairy eyebrows, and I have eyelashes underneath of my eyes. Is my hairstyle. I have my very long band over here. You. 还有我办了一个投票，然后大家都选这个洋装，所以我今天还是穿了这个洋装。